当我站到场上，我可以改变运动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打球不是为了赢什么奖杯。想变得更强，就一场一场拼下去吧。让热情就这样蔓延。每天都比昨天再快一点。多点认真，多点用心。摔不死，那就再来吧。我们可以为第二个、第三个和第N个热爱运动的人铺路。